如果你是一个大头虾，或者是你有家人是一个大头虾，去完公立医院复诊之后，成日都会不见了张复诊纸，搞到不记得下次复诊的时间和日期等等。又或者你出去看私家的时候，永远都讲不出自己的病历、药物、过敏记录啊。那么医管局推出这个 APP 就啱晒你们用了。HAGO 就综合了医管局很多的应用程式，例如有这个递交专科门诊新症预约申请。那是什么意思呢？例如你在普通的门诊拎到了一张眼科的专科转介信，那你想去明爱医院看，你就不需要再拎着这张信走到过去明爱医院那里申请，只需要用这个 APP 按几个掣就搞定了。病人都可以透过这个应用程式来付钱，那就省回你在药房前面排队付钱的时间了。但要注意，如果你将药单上面是有自费的药物的话，这个功能就用不到了。病人也都可以查询回过去一年和未来的复诊日期，那就不用怕不见了张复诊纸之后就不记得了下次复诊的时间日期了。你还可以随时查阅自己两年之内的配药记录和药物资料和过敏记录等等，是不是很方便呢？输入了你自己的个人资料之后，你需要亲身去到医院出示你的香港身份证和由 HAGO 发出的这个二维码，那才可以成功启动账户。虽然有少少麻烦，但是毕竟这个 APP 里面都有齐晒你自己的个人资料，都是安全一点比较好。